目前 iOS 微信发布了8.19正式版，这次更新也加入了一些新功能。首先，更新后给好友发红包时，在该界面点击红包封面，进入后右上角多了一个领封面的入口，点击后将进入红包封面专区，在这里可随意领取想要的红包封面。小程序进行优化，之前进入小程序后，右上角是关闭和分享按钮，但更新后右上角是关闭和小程序的评分，不过点击评分后依旧是以前的分享功能。另外进入小程序后，过一会这个评分也会自动消失。音频界面进行调整，之前在音频界面中有看广告免费听 VIP 音乐的入口，但更新后这个入口没有了，不过它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被移到了其他地方。在音乐界面点击右上角的人形图标就能看到了。在聊天界面中给好友发视频时，现在视频下方多了一个编辑功能，点击后可为视频添加文字、表情、背景音乐以及剪辑时长。另外收到好友发来的视频后，现在加入了倍速播放，比如 1.5 倍、2倍。从发现界面进入视频号后，点击右上角的人形图标进入个人主页，现在上面的浏览设置变成了我的浏览，而且后面还多了一个设置，点击后则是之前的隐私界面。另外里面还新增了记录最近看过的视频，开以后可查看你最近7天预览的视频。目前我也就发现了这一变化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发现，欢迎留言分享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